家好，今天官方大佛星好多东西都可以免费抽奖哦，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抽。首先我来抽的是这个爱情满满的情人节咯，结果我抽到的是爱心的眼镜，接下来再来抽一次，希望可以抽到糖果机。结果我抽到的是爱心栅栏，再来第三抽，哇，我抽到糖果机了，太棒了，这样我就有两台可以制作棉花糖的机器咯。那你们也要记得来这里抽奖哦，看你们能不能带走这台糖果机。接下来我来抽这个是雪花公主的，今天可以用新币的方式去抽哦。那我抽到的是只有一个路灯，那接下来换景来分享他的抽奖给你们看咯。2500，啊，抽到一个凉亭，比我好哎，居然抽到一个大型的凉亭哎。下一个泡泡少女，抽到鞋子，啊，真的把我当蜈蚣哎，每次都给我鞋子。哎，这个是什么？沙发，好奇怪的沙发。哎，又是鞋子，真的到当蜈蚣啊。中华街桌子长得好丑哦。第二抽，床，真的床耶，真的我抽到床耶。第三抽，啊，凳子，啊，古代国王的坛，啊，石像，好讨厌哦，都重复的，我都有，椅子。爱心背包，新的耶，对，我有棉花糖机了，哇，太扯了吧，他也抽到了糖果机，有这么好抽的吗？你们有抽到吗？赶快留言跟我分享。一抽，我又抽到那个热气球了啦，太扯了吧，他又抽到了一个热气球了，还有两个热气球了，这个喷泉看起来很美耶，还不错哦。这是什么东西？地毯是不是？看这样子应该是地毯，真的是地毯。第二抽，衣服，我抽到衣服了。那这次免费的抽奖就先分享到这里给你们参考咯，接下来有新的抽奖咯，是这个闪亮的校花，这次有一台粉红色的超跑哦，然后还有粉红色的套装，还有黑色的贝雷帽子，红色的发型，然后还有一个沙发，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像寿司哎，然后还有一个衣架，还有闪亮的鞋柜，还有地毯，全身的镜子，床头柜，粉红色袜套的靴子，还有一个礼物堆。废话不多说，就直接来十连抽咯，一次全开啦。结果我没有抽到车子，但是我有头发跟衣服还有鞋子，整个一整套咯。那接下来让你们看一下穿起来的效果，这是小个子的，这是中个子的，这是长腿的，这是胖胖的，让你们参考一下咯。那接下来换景来分享他的抽奖给你们看啦。十抽，我们来看看他第一个十抽可以抽到什么呢？第一抽，反内帽子啦，还不错啊，第一抽都抽到帽子哎，反内，他是不是觉得我很需要安全帽？是给我帽子是怎样？
都是柜子，我快哭了。哦，你收到头发了。哎呦，两顶帽子。再来一次实抽。哦，衣服。怎么一直给你床头柜啊？鞋子。哦哟，好烂哦，想哭了。我不管，我再抽，继续抽。那个衣架，又是衣架。哦哟，烦呢。第三抽，镜子。哦，鞋柜、镜子、礼物堆，又是镜子。单抽第一抽是，我快哭了。你鞋子太多了，所以他又送你一个鞋墙来让你放了。连续三双靴子，怎么回事？我快崩溃了。靴子完了以后，再来就是鞋墙啦。看来这次跑车真的非常的困难哦，他抽这么多都没有带走车子，再来最后一抽看看吧。官方又还是送了他一双靴子。接下来带你们参观这次抽奖的东西啦。这个就是全身的镜子，这个就是礼物堆咯，然后这个是床头柜，沙发在这里，然后衣架在这里。他抽了超多的衣架，真的觉得这个衣架应该要可以放我们背包里面的衣服会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是鞋柜，也是一样，应该要可以摆自己的鞋子，这样摆起来就会不一样，会比较好看一点，希望官方能够再改进咯。接下来换总裁要来分享他的抽奖给你们看咯。他使用的是十连抽，一次全开，结果居然就让他抽到这台粉红色的跑车了，真的是超厉害的，他的运气真的太好了。那接下来让你们看一下超跑的速度是7，加速度是11，加速度号是 4.0， 然后是两个人使用的。再来这台是金田敞篷车粉红款的，然后这台是黄色的跑车，那这台是劳斯莱斯，让你们看一下咯。那这台粉红色的跑车跑起来的速度是这样子，让你们看一下，它在夜晚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哦，看起来很像是极光，会发光的哦，还蛮好看的哦，分享给你们参考啦。那这次新的抽奖你们抽到什么呢？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喜欢请帮我按赞跟订阅，下次再见，大家拜拜。